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最近有什么活动啊？有的，我专辑已经发行了3年1415，然后我1月25号在台北有签唱会，在西门町的屈臣氏前广场下午1点钟，希望所有歌迷朋友或者是喜爱我的朋友都可以来看看我，我会唱歌跳舞给你们听，很厉害哦。然后希望你们听了这张专辑之后，可以像我一样的乐观开朗，然后爱这个地球哦。好，如果说你有你关于这个活动的资讯有任何问题，然后或者是有任何的细节想要查询的话，可以上到我的个人的粉丝专页 Facebook 是。任嘉萱 Selina， 因为我会想说是不是 Selina 任嘉萱，不是，是任嘉萱 Selina， 任嘉萱的前面，或是华研唱片，对，华研也有官网，就 Google 华研官网应该就可以。如果说这活动办得成功的话，我们会加举办，就是大家来背圆周率。其实很多人提醒我要玩这一点，我觉得背这个其实很酷，你们可以办一下这种。可是太难了啦！你说谁背的最长？谁背的最长？因为他除不尽嘛。对对啊，所以你看，我觉得你应该会赢，因为他蛮会记的。可是那个没有，那真的很难，那真的太。3点1415，因为他没有一个规则。对，他就是死背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再一次谢谢 Selina 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听你最后一首歌曲哦。还要这样多久？当爱被丢进一场没余额之后，应该谢谢这分手。时间是听众，有坏有温柔，答案被藏在几年后。雨停之后，雷停之后，我们只。我想爱没把你的好给拿走，感情会走，感动没走，叫真心保重。你懂，有些时候不是你的错。来，跟失恋交个朋友。时候不是你的错，想念很久，记忆很久，在远行之中，终于可以喜欢那些下雨。